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爱希保罗，爱同希拉老提摩太写信的本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属阿爸上帝老主耶稣基督的忠信徒，愿意到大家得到恩典老平安。爱到一出为到你到大家感谢上帝，在祈祷中双双提起你到，在爱到阿爸上帝的面前，一次经验你到样板将所信的实行出来，样板用爱心辛苦工作，用样板坚持对爱到主耶稣基督的盼望。兄弟姐妹啊，爱到对上帝通向你到，见证了你到，爱到将这福音传播你到，唔系单靠话语，同时也系靠圣灵的能力。老对福音的确信，你到底参与到各位的事，爱到的神法是样板，一切的所作隆重是为到你到的好处。你到要好法爱到，也好法主，虽然你到读到太苦难，还是用圣灵所书的欢喜来量书挣脱。因为安样，你到上座马其顿到阿盖亚所有信徒的模范。主的枕托不但像对你的各位传到马其顿到阿盖亚，你的对上帝有信心的消息也传到燕群德所差，不是爱到加工马的各道人隆重安样传讲，在爱到放满你的的事，你的样板接待爱到，你的样板牺牲尿香归向上帝，来侍奉又上又整个上帝，同时等候几个来的对天堂降临，两个来的是上帝赐给对死复活的耶稣，祈求爱到脱离将来会临到的上帝的太发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兄弟姐妹啊，你到自家地爱到放满你到，并不是无好的，你到地爱到去你到各位以前，在菲律宾已经数百岁，本人无欲，总是爱到的上帝数爱到勇敢，虽然在当道的主当中还是将其的福音传本而到，爱到的欠面不是对错误，也是无纯正的通缉来，也不是想爱扎起骂人，点到上帝考验又见证爱到将传福音的任务托本爱到，所以上帝爱爱到讲马的爱到超讲马的爱到，不是爱本人欢喜，是爱本的查验爱到内心的上帝欢喜。你到底爱到从来不是讲奉神你到的话，心也无存贪念，这是上帝做得为爱到做见证的，爱到无求人的称赞，无论是你到的也是骗人的。身为基督的使徒，本来爱到有权和要求你到的尊崇，总是参与到中间的事，爱到用温柔款待你到，像阿妹养育子女一样，爱到既然安样想你到，不但像欢喜同你到分享上帝的福音，连爱到的生命也感恩本你到，因为你到是爱到所通识的。兄弟姐妹啊，你就应当记得，我就是样板三门劳碌来做事，我就日夜工作，因为传上帝的福音本你就的时节无爱加添你就的负担，你就是见证人，上帝也做得做真，对你就信的人，我就的做人是样板纯洁公正无好邪，你就的我就对你就每一个人就像阿爸对自家的子女一样，爱到鼓励你到，安慰你到，爱到也一直牵挂你到，行事爱本上帝欢喜，其就是扶手你到来分享其的主权，老勇敢的上帝，爱到也常常为这个事感谢上帝，谈到爱到所传上帝的枕托，你到手两书，便因为不免人的话，是确确实实对上帝来的枕托，这枕托
也参与到新经营中间做工。兄弟姐妹啊，你都所读到的同基督在犹太地区上帝的宗教会就是属基督耶稣的信徒所读到的供养，你都本自家的同胞不开就像基督本犹太的同胞不开供养。基督犹太人开始主耶稣老忠贤地又将来到捐出去基督的所作上帝亲莫欢喜，基督有老忠人对贴，连爱到对外邦人传托里来本外邦人得救，基督也爱反对像安样，基督的罪一直增加到慢慢上帝的太发现罪名临到基督里。兄弟姊妹啊，爱到书别开同意到签字分开在身体分开，天天爱到的心并没离开你的，爱到非常想念你的，想尽办法爱再看到你的，爱到亲上爱再去你的的位，爱保罗一拜又一拜打算爱转去看你的，总是撒旦主动爱到，爱到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在他的面前爱到的希望老欢喜，并所夸口的面流是马的呢敢不是你的，你都确实是爱到的光荣，爱到的欢喜。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爱到既然我不在的就决定自己留在雅典，派爱到的兄弟提摩太去你的家位，他是爱到的同工，为上帝传基督的福音，爱到派他去的目的是爱坚固老帮助你的信心，本你的不会有人因为书不开来摇通你的地，你也不开也是爱到天赐爱建立的，同你的穷下的事爱到接接先老你的说，爱到会读到不开你的事真见就发生，你是你的所地的，因为安样爱将派提摩太去，爱实在有不在的爱派他去是爱对你的信心都带样板，爱将怕你的意见本魔鬼迷惑，爱到的落落变无采过立下提摩太意见对你的各位转来的，他带转关系你的信心老爱心的好消息，他说你的双双思念爱到不切希望见到爱到从爱到不切希望看到你的一样。所以兄弟姐妹啊，爱到在一切烦难老困苦之中，因为你的信心就得到鼓励，既然你的对主有坚定的信心，爱到就不是受到威胁了，下爱到做得清凉为到你的感谢爱到的上帝，爱到感谢祂，因为你的本爱到在祂面前得到欢喜，爱到日夜对祂迫切祈求，本爱到没有好亲身去看你的来布满你的信心的时候，念上帝爱到在天堂的阿爸老爱到的主耶稣亲自开路，本爱到为有好许多你的家位，念主本爱到有彼此相惜老惜众人的心，日日增长像爱到暗向你的一样，安样既为坚定你的心才爱到的主耶稣老所有属己的人降临的事，本而就在爱到的阿爸上帝面前上座圣洁无好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最后兄弟姐妹啊，你的意见对爱到学到恩用版在神法上本上帝欢喜，事实上你的也一直黑暗用行了，下爱到奉主耶稣的名劝你的求你的爱坚固大病，你的地爱到通过主耶稣的权柄所教你的黑马的上帝的旨意是爱你的圣洁远离淫乱的事，每一个人爱的样板用圣洁老尊贵的方式来保守自家的身体，不好放纵情欲像基督不是上帝的异教徒一样，在这种事上不好有对不起
也是欺负兄弟姊妹的行为。我就已经对你就说，也是警告你就主天超过执法的就做两种事的人。上帝扶手我就不是爱我就神发在淫乱中，是爱我就圣洁，所以拒绝两种高兴的，不是拒绝人，是拒绝属圣灵本意道的上帝。关系是兄弟姊妹，我不是下心的同意道讨论，上帝已经教你道恩用办彼此相像，你道也是做两高兴对待全马其顿的众兄弟姊妹。总是兄弟姊妹啊，我就还是爱劝你道更加大病立志安分守己，勤俭做事来维持自家的生活，将来就投拜吩咐你的安样，本你就得到该到无心给人的尊敬，也不是靠骗人的强劫。兄弟姊妹啊，关系意见衰退的人，我就无爱你就不知，免得你就忧愁，将该到无盼望的人，我就相信耶稣意见是要复活，所以我就相信这条新耶稣的人死后，上帝也会将祈祷同祈向下带转去。我就立下周主的教训，老你就说我立到上等存留到主再来的人，不会比这条已经衰的人先同主相会。这时我有发命令的神，天使长的神，老上帝的合同神，然后主本身会对天堂降下来，相信基督已经死去的基督人会先复活。接着我抓到上等和存留的人，隆重会同基督向下去数接到云当去，在空中同主相会，这样我就出云烟老主同在的。所以你就要用抓到法彼此安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兄弟姊妹啊，关系历史发生的时间老日期，不是人下心的老你就说，因为你就自家清楚地住在来的日子就像车里在安不时忽然来到一样。太家说等一切平安模式这时灾难会忽然临到几道，像春通忽然临到将爱宫的风一样，祈祷切对周三不踢。总是兄弟姊妹啊，因为你就不是神发财无安中，今日不会像七日一样忽然临到你就。你就全部是光明的人，是送日石头的，我就不是属安不死，不是神发财无安中的人。所以我就无应该冲骗人，按样衰到死死，我就要敬上敬神。人衰木是在安不死衰，旧土也是在安不死追究，既然我就是属热石头的，就应该敬神。我就要用信心留爱心做父心镜作定，用得救的盼望做头盔戴定。上帝不是见证爱道来本己接法，是爱爱道同歌爱道的主耶稣基督来得到拯救。基督为爱道死，是爱本爱道无论是意见衰退也是很上等，隆重会采取再来的事同其向下上等。所以你就爱互相鼓励彼此操守，像你就立下所做的一样。兄弟姊妹啊，我就求你就爱尊重基督在你就中间辛苦工作的，就是主所拣选来指导劝勉你就的人，因为基督的工作你就应该亲手能用尊敬和爱心来款待基督，你就自家也爱彼此和睦。兄弟姊妹啊，我就劝你就爱经过难事的人，鼓励背心的人，扶持软弱的人，也要用耐心对待迷疑的人。而是你无论骂人都做不得用坏报坏，而常常彼此关心，为到骗人的好处来想，
而常常喜乐，祈祷无停，凡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为你掠到属基督耶稣的人所听的旨意。不好受灭圣灵的感动，不好藐视先知的讲论，得用事而详细查验，迷信的事而持守，一切邪恶的事而弃绝。念书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的完全圣洁，愿你的灵魂老身体得到保守，在爱到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完全无后悔。扶手你的上帝是信实可靠的，他一天会成就你的事。兄弟姐妹啊，请为爱到祈祷，你的爱圣洁相近同众兄弟姐妹请爱。爱奉主的名吩咐你的，你奉心的爱先托本所有的兄弟姐妹谈，因爱到的主耶稣基督所恩典本你的。